2008年，老虎在这个东西打了个老鹰，他腿还是受伤了，腿还是有点瘸嘛，这拐着这样，然后最后一顿打了个 eagle。第二天打18洞的这个决赛嘛，他赢了嘛，就这个东西。看你的啦，你也是，你可以扬名立万了。好嘛，今天还好了，没太阳。嗯啊，有太阳它也是另外一个景啊。对对对，这没太阳有点灰蒙蒙的是吧？有太阳的海就看得很清楚是吧？对，有太阳海看得很清楚，有很多这种花香的在这里飞。啊，来一个买杆的地方试试杆，你看这地方全是人。